又可以刷火锅，又可以烧烤。哇！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想。还记得我们之前来吃过的夜兰老吗？啊，今天我们又回来了。这一次呢，他还可以一边吃火锅一边唱 K 哦。厉害呀、啊！那我们几位？我们三位半。嗯。哇，这边还真的是有的唱 K。哇，这样快拿料啊你！之前来拿过了的吗？哦，这次没有美女帮我拿吗？我帮你拿喽。什么？讲到美女。这样，他现在有包住我了。等下我们来吃过了的啊，你帮我拍一个三鲜汤啦，冬阴啦，猪肚，还有一个番茄。可以，没问题。你帮我安排到几个新东西啊？好的，没问题。啊，搞定吗 ？Later。哇，都料来了，特别。这个是你们的主力拼盘哦，你们的菜品。这个口里里面还有这些菇类，各种菇类有。嗯。什么？可以给点反应吗？可是你看，这整大盘海鲜拼盘，这是老虎虾，然后这个是海捞，是海鲜豆腐，啦啦，北极贝，北极贝，韭菜中餐，还有一些鱼丸，然后还有这里看到一个石斑鱼，不要忘记中间还有什么？金针菇啊，看到那边的虾吗？看它肉多到满哦。还有这个新的配菜，这个是很补的乌鸡肉，还有黑毛猪肉片哎，来，刘胜还加料。这边有鸭肠，还有鸭血。来，我们有这四种汤，这个呢就是番茄汤，还有这个冬阴冬阴汤，这是新汤来的。还有这个 Wilson 最爱猪肚汤，还有他们的招牌三鲜汤，试下来看。它三鲜汤还是一样的那么鲜。它猪肚汤呢，味道就是蛮浓的，那个胡椒味很香。OK， 他们这里呢是有的是火锅，有的是烧烤，不过我们吃火锅先。首先来，我吃这个。黑毛猪肉片，我现在下猪肚。这黑毛猪肉片很有弹性，然后非常的香甜。还是那句，黑毛猪就是黑毛猪。黑毛猪肉片特别就在于它有一层 fat， 就很像女人多少一点 fat 才美。黑乌鸡肉配这个，还有这个黑乌鸡的鸡肉片很滑。很好咬，一咬就断了。什么都放一下了，放一点鱼片，每一个放一点。你的最爱哎。他应该知道我喜欢海捞，你看给多好几多。他应该是知道我喜欢吃虾滑，你看他给的虾滑满到溢出来了。你的动作一下哦。嗯。你累吗？你的嘴。什么？你觉得很像冷风在下虾滑吗？那料已经放完了，现在吃那虾滑。那虾滑蛮 Q 的。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想起他。吓到我！这里是可以唱歌的，也不好笑到。也不用要突然的嘛，喂。回忆与我都不爱说话。你悟过了没有？这首歌嘞是摄影师的最爱，献给他。他有时夜深人静的时候 post story 了。还有 post 什么歌呢？把它的虾花点稳，自己调的酱料。它虾花很有弹性。那烫不热啊？哇！嗯。不如。还烫到，原来里面是有芝士的。就是像瑞丽一样。哇！反方向。哇！哇，是三锅汤喽。还有烧烤哦，差点忘了。哇，烧烤大餐哦，羊肉、牛肉、猪肉都来齐啊。谢谢。OK， 一个是中国麻辣，一个是韩式的，一个是泰式的，上面有多那个麻辣的酱料。有，马上帮我们烤了。平时也是有帮客人烤的是吗？可以指定要你烤啊。有，你也去买一点培根给他烤。又可以刷火锅。又可以烧烤，太棒了！肉片烤好喽！哇，有牛肉、羊肉和猪肉这边。哇，我觉得很厉害嘞，我会放。你有熟了哦。那肉已经是有放一些调味粉下去了，现在烤串还没有好，就先吃肉。这个烧的麻辣口味的。诶，这黄瓜可以解腻，放在一起包来吃。麻辣味很香哎。哇，烧的真漂亮啊！哎，猪狗这三只东西在哪呢？吃烧烤吗？吃完乐趣就喝一个元气森林。你在打广告？老板要解渴解渴。
歌先。收藏在暗某，常徘徊左右，爱猜到没有？要唱几句，我要走了。唱到唱首先啦。好，那你好，我走先了，拜拜。快玩笑后，然就便说落如飞。如果可以恨你，全力痛恨你，连遇上亦要躲避，无非想放下你。哎、嗯，你人生不见了，二位去哪里啊？早不见了哦。去哪里？走啊！想唱多久啊？等你吧。啊，你等我唱多首五首啊。要自寒而说起。到了晚上很多人哦，哇，唱哦，Don't know.